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这个都好困难。超棒，很不会猜这个。后面是我在烧开水的声音。OK， 好了，首先要倒汤。好危险！今天这个桌子要小心。好，先倒汤给大家看。不会开这个哎、这汤是什么汤？味精汤。有青菜耶，还有一点点的蛋，不错耶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面，面我小时候放在盘子里，然后一样会把这打开。谁可以教我可以快速把这打开的方法？
盛盘，这边是可以，这边是三个刀削面，哇，里面还有蟹肉棒哎。所以我的面挂在绿色那个袋子上，我很不会倒这个东西。小鱼斑，耶，吃马蹄。马吉摊第一个客人呢、欸，没有啊，他只有大家都是买那个什么卷，那个卷，对，哇，吃，好好吃哦，那吃光光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！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